此刻游戏影院大家，我是 Demon， 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目前 LPL 真可谓是竞争惨烈，尤其是这一二名之争，可以说两支战队那都是卯足了劲儿，战况也是非常激烈，所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赛场盘点吧。一拳超人打爆了西叶，在苏宁对战老干爹的比赛中，四分钟西叶主动上去打架，打完人一套还想跑，这安肉果断不让啊，跟着西叶一顿胖揍，在西叶闪现之时立刻闪现跟闪，一拳就打爆了西叶，这一拳打得真帅，就直接闪到了一个红温的兰博身上。啊，感觉西叶这波有危险，红拳吗？哇 ，W 闪让真实伤害精准的跟着西叶的一个闪现。Angel 完成了对西叶的一波单杀，神龙摆尾一脚穿三，在 WE 对战 IE 的比赛中，29分钟 IE 追着 WE 打，但是 WE 反手也很强，把冲阵的乐言率先杀了。此时一旁的盲森感到一脚 Q 中卡尔玛，随后凌空飞入，就在自己快被秒之时，一记 R 闪转威维安踢飞三人，随后卡莎进场秒掉维鲁斯，再杀卡尔玛，剩下没大的蒙多也没跑掉，不得不说这一脚是真的帅呀。非常好，水之 Q 补这边，蒙娜 Q 补这边扛不住了，先往后拉，这边后续盲僧再提上来，这边吃了一剑，盲僧顶得住吗？哎呦，阿闪踢了三个人，很完美。卡莎进来，先冲维鲁斯再追，这边小王也走不掉，我这波全程疯狂打输出 ，Q 补这边又被留住，回来又可取还没倒，哇，胡奇哥这波天秀。一拳打懵对手的头，在 RW 对战 V5 的比赛中，14分钟双方在峡谷处开战，只见禁夫一个 RKO 就砸向了众人，随后皎月看到机会飞入人群之中，大招这么一吸，婉豪再这么一拳，满血的两人就直接没了，这才叫一拳到肉，血条消失术看得真让人痛快呀。捡这个先锋之眼，后去捡到反手这边一直指到了这边盲僧，但是想动盲僧，盲僧直接摸眼出去了，反手这边看把九号机涂上来，这边吃一哇，皎月的一个月亮陨落直接砸死了三个人，哇，那 invisible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从后面绕背过来已经没有效果了，被 Q1 粘上， Q2 直接收尾。圣枪哥一打四，猛的像战神，在 EDG 对战京东的比赛中，22分钟梦魇关东直冲人群，圣枪哥一人顶在最前面，随后抱起一人砸向后排，同时侧翼的 Scout 被打跑了，这时圣枪哥一人面对四人，那是甩膀子开干，一拳下去打死梦魇，随后一个人扛住三个人，等队友赶到继续追击，如此凶猛的进夫也是吓得对面落荒而逃，自己都残了也不后退，直接闪现上去留人，虽然自己死了，但是队友也是为圣枪哥报了仇，这一波圣枪哥打得真爷们儿，感觉想伺机而动，但京东先把龙给拿下了以后，正面砍关灯，就是直接冲过去是想要找 Viper， 但是这个孔雀没有孔出来，自己被套了一个低落交闪拉出来，正面直接大招一扫，而且 Scout 进去是干扰了对面后排正面输出的一个时间，罗肯看到抓不了妖姬，来到一个正面在打圣江哥，但圣江哥的顺手触发出来，反而是绿毛的血量非常的一个危机，这时候一直要进行追击了，圣江哥看起来是屈人刺猬闪现过去，一直能拉晕两个人，最后虽然是被罗肯给带走，但罗肯的位置也很危险，看造型的第三下能不能挑起来，然后在被吃勾以后是被 Viper 给拿下。堆密高能之战怒取五杀，在 FunPlus 对战 RNG 的比赛中，19分钟堆密这个盲僧必定能载入史册，在各大赛区中盲僧打五杀这应该是第一次了吧。这边堆密接进来，兰博开启一个金身，牛鬼在这边的小火，小火里面有一个秒表可以拖一下，杰斯已经倒地了，林允翔隔墙输出，堆密的血手出发，但堆密这边好能打，又拍死两个人，管理这边有一个红怒就是在回血，两边打成了一个三换三，再次踢上来一闪又杀一个，你们等五杀了，堆密盲僧五杀，堆密70啊，这个数据，这个盲僧太肥，这波合战你确实是解决不掉啊，都挺危险的，小五交闪一个 TP 杠着自己这些血量有进化，跳过来又硬换 A 一下没力闪现 A， 但是 A 波自己能走吗？感觉不太好走啊，哎呀原地跳远了，原地跳了一下。下面是本期的留言互动环节，第一位看看老爷三人行必有一人失留言说，大梦推荐个打野英雄吧，这个嘛打野英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思路，如果非要推荐的话那就蜘蛛吧，有控制有伤害还能躲技能，所以值得一试。第二位看看老爷来了累了留言说，呆梦子晒回来能不能救 IG， 这个目前来看 IG 已经不是以往的那个 IG 了，其实问题不在子晒，现在 IG 的
的下路问题太大了，估计泽晒转成 AD 可能会好一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节目的最后别忘了给 demo 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